打喷嚏，打喷嚏，他身上有。我刚刚就在打他，他打会喷，喷，他居然好像没事，不是他死掉会喷装，那喷爆死了。嗯，小黑跟糖糖来喽。我的装是有点硬啊。嗯哼，现在才发现吗？对，他们附魔起来了。Russ、可以退后一点回去。被围死了，两个人。他破盾了，他破盾。转到异世界，我先把东西放箱子啊。嗯。小心哦，我中陷阱哦。笑。他进来踩一个回复，对啊，酷。哎，繁星哦，他进来从旁边来哦，他进从旁边来哦，进去了哦，从青金石洞。那看到他了，小心啊！哇，我身上没有武器，就这个。他快死！他进身一刀，他进身一滴，他进身一滴。喂！啊，我死！啊！我被传到异世界。他死掉！哦，我也踩到了。你踩到了。突然踩下。要怎么过去呢？这个姐姐有点猛啊！在这边回血，我拿到花人中下去。很小，跳，去买东西。啊，那就挖钻石。那杰克你要我吗？给我。好、啊。吃的。跳。哦，啊，又发光了。又发光。天眼。我气啦。掉掉缸会喷吗？有几率会喷。嗯，就会变成那个灰灰的。没事。娘，有人在从正门来了。挖矿小心，挖矿金矿小心。附魔弓，点名。回家。回家。封锁矿区两分钟、哦。这个有点那个。快回家。他们比较远，回来。有了。啊、等一下他们可能就大他们要来这边挖了，对，他们等一下要全部冲过来了。我也觉得他们应该过来我们这边挖矿。防弹是红石，真的都过来了。哎、欸，像红石那边，青金石那边，想进来啊？堵起来，好怪哦！想进来啊？你那边小心哦。哈记跟卢米在这边。卢米，先打卢米。哈记往家里面走了，嗯、小心点。团团在山上哦。打完。团团去中间，团团中间。好痛！真的是很喜欢弄附魔台嘞。附魔台。想去哪？去哪？回来。没有食物了，嗯，我有一点点，右边另外一个过来了，留一点肉给你。哦，那我这边防弹。哦，你完全射不到啊，射不出去是不是，我就是射不进来，射不出去啊。哦，白痴哦。有那个吗？金火食物。
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没有，他们那个弓很痛，就是。有吗？感谢。小心家哦，我是怕等一下他就有隐形进来。嗯，要有还是有人顾家？上上热。有人有人有人，家里后面有人。哪里啊？看看还有亮一下。啪啪啪的声音。看到了，往上方走了，往上方走，往上走了。他是刚哦，他是中毒啦、啊！哎呦，到那个啪啪啪，啪啪啪，特价商人。哇，特价商人这个要抢一下，有钻哎、欸。嗯，不能全上哦，还是要人在家里哦。对不对，我先在家好了，我先在家。可以吗？走。你们去，你们去，我在家里。好好。有事有事，我会叫。好、哦。怒米再换，我怕换完了，他回家。小心小心，水。又后退又后退。他这样一直更新，这样，这个水，他水一直更新，我不能交易。那个那个，哦，上来有人，家里有家里有家里家里有人吗？对，有人，有人把我们家堵起来了。这个水会那个，他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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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痛！他进他破坏书柜，他进他破坏书柜。我死完回家。他进他进把家里堵起来了，把家里堵起来。后面有人了，后面有人了。他自己死掉了。后面还有一个笨鸡的样子。好好 ，OK。到处乱赌哎。是啊。啊，铁不够，不然刚刚可以铁直接全部换成金。嗯，没有想到他会出现。我们就也是要需要一个骚扰的。嗯，他是什么职业啊？他是那个啊，警戒师。是我要出去，我想我刚在家里面先丢一点点。可是我就帮你们丢完加速，然后我就出去乱套。嗯。第四阶段，死亡开始扣生命了哦。经验值有得换吗？法师吗？有有 有, 有经验品。用绿宝石，好。对面有人来了，嗯，巧克力。因为你要守家吗？我先守家。好，你们先去烧了。那书柜又被敲光了，是不是？刚才他进来敲的。啊。能活下来，能活下来就是现在要尽量活下来，不然会扣生命哦。我挺好看，一定是你泡温泉，泡温泉的关系，有味道。爽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对。巧克力。没有，他满血了。他满。就打全部都是草，气死我。就帮我顾。啊好。他破我盾，他破我盾。夜市是金胡萝卜，先疙瘩吧，疙瘩金胡萝卜跟对啊，好，我放这边，你等下帮我放，跳起来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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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被超过，不要！我们不会输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会绝对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们又要来，来我们又要来啦，又来打架啦！小哥已经来了。基础药水啊，好，装备真的太好了。家后面有人在走路吗？没有。我听到草丛走路的声音，应该是他们这里啦，哈基，他要进去了，要进去了，
欸，他伸缩自如，欸，傻眼。是啦，伸缩自如。他拿掉两罐啊，白痴哦，喔。还没酿完啊。不是啊，他 拿掉两罐药水啊。对啊，就还没酿完的，啊。那边真是。那边好像门口有人。来喽，繁星。先酿掉。能酿到两瓶就很亏哦，要不然等下换个位置酿吧。嗯，帮我去玩一下好了。好啊，反正一瓶酿好了。嗯，他有什么要哦？拿着那个。操那。火焰，他没有剑，是不是？嗯，短短的剑。哦，嗯，普通品，一个不会。繁星点点，欸，500经验。嗯，哈基又来了，哈基又来了，他从上面来。啊嗯，那是从上面填。哇，酿造台被他拆走了，没关系啊。太小雨，没隐身过去乱吗？如何？钻进他们家了。这搞得也太慢了。哇，超慢。没有啊，不好意思，是他没有搞砸，我只是刚好走过来了。哇，这速度！发现啊，我就一个。死稿，太慢了。我可以跳到他们家里面去啊。意外，这是意外。意外。哦，根本农不了啊！要去农就被他们打掉。如何？有什么想法？啊，能那个免洗吗？免洗不了啊！我现在想农，现在连农那个隐形药水都农不出来了，欸。真的痛苦。刚刚一直射，又不让我们农。还要把我们书柜什么拆掉，玩什么？撞击！啊，好难玩哦！关起来，快！卢米，卢米，快关起来！你好，看我可不可以去？我走了，我偷到钱了！你偷到钱？太嗨了！你偷到什么钱？卢米还在我旁边啊！我偷到两钻，然后一堆红石。嗯，有，你起来不吃？我打进来喽！哈喽，他们在抢我们的矿物区啦。对啊。嗯。我搞，怎么玩？怎么搞？怎么弄？要怎么玩？红石那边，小雨那边。我这样。后面。他们太痛了，对吧？哇，坚持。让装备弄起来了，这样差太多了。对啊，很难超难。可以自杀吗？嗯。你说这死掉他们那个？我偷到一些东西，我偷到一本剑士二的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可以，有收获，有收获。只有两个坏人在我们家晃没？还有两颗钻石啦。嗯 ，OK。然后我偷到一个附魔台回来了。你把它偷回来了。哎呀，终于换我们偷了一个回来，是不是？欸，对啊。天，我想偷偷再摸。哦，这只是个虐杀。有人在挖东西吗？办法。没有。有人在家附近挖东西啊？底下。没有。哈基，哈基在底下。哈基在我们家底下。好，我想说从旁边看，我会绕去他们家。那我放那个，哇！我打死，我猜我也没装。哎呦喂呀，忘记这个没有边边了。哦，我的不是没运动加精神，是真的打不赢。就是打不赢啊，那个装起来就打不赢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不断的在掉装，欸，他比较没有就是弱势的方有一个可以逆转。家里门口，家里门口。
点名，点名哦，快进来哦，快进来哦，快进来哦，洋洋进来。又被挖走了吗？我来了。哦，在我身上哎，他刚刚挖。